什么情况？喂，能听见吗？好，今天比较冷，大家可以就是，左边可以分享，可以开到吧？已经分享了，左边开邮件吗？北平，这样呢？哇，这个是不是天冷了？这个网络也不好用了。好，那这节课呢？我们可以上课了啊。那这节课，我把上一节课的东西给大家UI 还有 3D 模型这它的资源拍一下，然后告诉大家如何用我们封装的接口或者封装的模块写逻辑。我先给大家先写一下，然后后面你们得举一反三，自己得去写。那上一节课我给大家说了，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一个小 demo， 就是一个角色系统。那它分为这几部分，一部分是资源，资源分为这个UI 还有 3D 模型，这是它的资源。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封装的接口，比如对象创建对象，还有这个48道资源管理，它其实就对它的它就是属于相对它来说属于底层一点一些，就是比如我们加了一个 load 的48道就是通用的，而它就是针对于我们具体的逻辑写的一些接口，就是 OBJ。 那他们是通过 FKit 的这一个代理力去统一，就是去对外提供。那我们还有个 Game Manager， 这个就好比一个游戏入口逻辑，就是我们游戏往加载的时候启动的时候创建面板，要通过它去处理。那这个 UI Manager 它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 UI 之间的逻辑，就是 UI 的一些编写，比如跳转界面。那这一个 Intel 就是我们通用的一些算法，APU Conist 就是我们用的一些常量，那 Package 就是打包用的，就是我们这个角色系统总体来说就是这么一些东西，这些包括资源代码组成的。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我们的工程。那我们工程就是我上节课给大家已经就是做好了，就这些代码我会在我录播的课程里面都有告诉大家如何去写，以及如何去用。然后这里面一个APU Conist、FKit、Game Manager、UI Manager。好，接下来我们就先通过 Game Manager 去我们的写逻辑。我们点击一下。这是 Game Manager， 就新创建一个脚本，大家可以看到吧。然后就是这一个，因为我们这个 FK 的里面我们定义了一个 APU Game Manager， 就是要查找这个 Game Manager。 那这个 Manager 就是一个对象的名字，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新建一个空对象，把它命名为 Game Manager， 也可以是动态创建，这个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然后把我们的 Game Manager挂上去。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写 Game Manager 了。首先这个 Start 和 Update 就是创建是有的。那第一步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用到的管理力，就是看在这里面 OBJ Manager 和 Resource Manager 加载进来，就是Void Init 就是 FKit 的，那我们做了一个接口 instance， 然后 add manager 把我们这个 obj
manager 加载进来，他的名字。这样，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进行一个模板。这个其实就放到我们的这个字典里面去，这个 sherry 对应的我们的名字和主页，你看吗？返回的是一个主页，就这一个就是我们直接可以使用它，然后就可以通过 get manager 去调用，就这个写正加进去以后，通过 get manager 去取出来，然后去使用。好，我们继续，这是一个 obj manager， 还有一个就是 resource manager。manager， 这个也是把这个 resource manager 加载进来，那运行的时候就会在这个里面就会添加两个，一个 obj， 一个resource， 大家可以运行一下看看。啊，这个还没调用，就在这里面 start 里面去调用一下，就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我们后面脚本里面去使用了。你看就加载进来了，就两个主页。那接下来我们要创建面板，这个面板我们已经做好了，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写不需要，我们先打包一下啊 resource， 就是它自动把这个重新就是生成了一下，而后我们在这里面就是这个已经添加进去以后，我们就可以去调用了，就是我们调用就是创建面板的话需要调用这个 obj manager 里面的它这个接口。好，给 manager 就是 manager 等于 fake 的 instance get manager manager就获取到，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添加进去了，这个就可以拿到。好，拿到以后，然后创建开始，就是obj 等于 mgr.create front panel 啊，这个我们把它写上去 front panel。就创建，你看我们看一下啊，整理编译，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创建，你看它在这个地方，而且我们也看不到，所以说我们必须把它放到这里面来才可以。好，我们代码再看一下，这个只是创建了，就示意画出来了。这个画出来以后我们还要去处理，就这一个我在这里面写了一个接口，这个 obj 里面就 set panel， 就首先我们查找这个 canvas， 就这个画布，找到以后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个项，就 rect 看这个里面都有，我们有这个有 rect transform， 它里面有这个左left top right bottom， 就它的位置，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位置设一下，它的 fully就给他，就让他付给他。我们拍个参数进来，它的复类就是他，然后把它的这个 vehicle scale position， 还有这个锚点的追求最大值设一下，还有 size delta 这个也设一下。然后我再把这个接口调用一下，就是obj.mgr.set panel， 就是 obj， 传这个对象传进来，就是这是个面板。好，我们再看一下。这里编译，好，运行，你看就出来了，就是说我们这个位置一定是00位置，动态创建的时候如果你要它这个界面显示出来，然后 clone front clone panel， 同时它也就设了，就如果你把这一个就是 obj 你不用它的话就会出现问题。你比如我们把这个 x 去掉，
我们再看看。好，再运行。你看，它数据在下面出来，但它的位置已经变了，它自己变，它就得变了。你看，我把它给回来，你看就出来了。所以说，就是这个我们要加上去的，对。好，这就是通过它 game manager 就把我们面板就创建出来了，而且在这个开会下面，那下面就是我们要点击这个 button 去触发我们调用下一个面板，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面板，它都会去实体化。那为了减少的内存碎片，我们就将它隐藏掉，就是为了我们也可以返回来嘛。如果返回的话，我们再重新创建一个。虽然说它对内存没有什么大影响，但是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对频繁使用的，我们可以就设它set table false true 就定了，就是我们只创建一次，后面我们不用重新创建。这样的话，你尤其如果大的话，它是非常影响效率的。这件事就是我们优化又从细节开始，就是要注意这些事项。比如大家知道我们每一次实体化好消耗内存，那你就想办法，就是那我下一次，我第一次实体化出来以后，我可能还要用到的话，我就把它设为 false， 真用的时候设为 true 就可以了。那这一个就是创建出来了。那创建出来以后，这个 game manager 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你看代码就比较简单，就是我们调用了就是封装的接口去调用就可以了。你对外我们通过它去使用。那接下来我们创建这个 UI manager， 就我们上节课写的。就是你只有在真正做的过程中，你才会遇到一些问题，然后把问题解决了就可以了。好，这个 UI manager 主要是用于就是面板的一些逻辑处理。好，接下来就是我们首先写一个public onclick main 的 panel， 就是我点击的话进入中间那个界面。那这个也是一样的，我们也需要去创建，就是manager 首先要获取到这个MGR Faked Pins Get Manager， 就是 OBJ Manager Manager。 那接下来就是面板就创建出来，就获取到，因为我们做的时候就是把你点击这个面板，就是这个 button， 点击 button 以后就把这个整个界面隐藏掉，然后进入下一个界面。所以说这里面我们就首先要获取一下 get panel， 这个 get panel 也是我们写了一个接口front panel，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get panel 是在这里面，这是我新添加的一个，第一个是38的一个字典，第二个就是对象，这就是为了便于我们去存储就是放到内存里面，我每生成一个放到内存里面，然后我可以从内存里面去取，也就换话说从这个字典里面去取出来。你看获取到，就是首先如果保留的话我们就取出来，没有的话就返回空，就是它没有存储进去。那这里面就是你看首先我又获取到，因为我已经加进去了，那在哪在什么地方加的呢，就在这里面，就是 create add load obj 这个，就是我们刚开始调用的时候就这个函数里面调用的时候，你看后面首先看一下个38道，没有的话加进去，再看一下这个我们说的 obj， 就是那个 game object 对应的 panel， 就是把它加进去，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直接从这个 obj 里面去取就可以了。那个38道也是一样的，从这里面取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我没有写接口这个我写的接口，就是因为我这个变量都是私有的，我不声明，前面不声明的话就属于私有的，就是别人看不到的，我可以只提供一个接口给他看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就是要首先获取到，获取到以后，因为我这个知道，如果不知道的话我可以就是用个这个判断一下，我知道的话我这个就不用判断，因为它就是进下一个界面，它不会出现别的界面，所以说这个就是设为 false， 就是 一点击的话我把它本身这个隐藏掉，然后把下面个创建出来。那创建的过程中我可以加个判断，就是我首先判断一下我这个 middle panel 是否在这个表里面，就是否在它里面，如果不在的话我得创建。这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说
我通过它，我如果补的话，你看它有个返回嘛，返回的话就是进来的话，这返回如果我每一次创建的话，就是等于每一次实例化，那我这个就是我可以去判断一下我有没有，没有的话我得创建，就是 game object main 的 panel 等于，就首先去表里面去查找一下 get panel， 就是main 的 panel， 就首先看表里面有没有，如果就是它等于空的话，就是那 game object 或者是直接用这个 panel 就可以了，这个就是 panel 就等于重新给它复制，就是 obj objmgr correct obj 就是 main 的 panel，没得拍呢，然后这样OBGMGR set panel 就设为这个，把它设一下，因为我写的时候又把它设置一下，重新创建了。那否则的话，就是应有的话，那我就不需要创建了，就是直接就是 main 的 panel set active true， 这就是点击这个 button。 好，我们看一下，就是把它先去掉啊，把我们的 front 我们加一个，就是我们的 UI manager， 把 button 里面通过把这个 front panel 加进来，然后看看里面的函数啊，这里面有错误啊，看看这个错误，25号啊，就是个 panel。好，这个就不用管它。然后把这个函数加进去，就是点击onclick main panel， 就是触发时就会执行这个函数，然后我们把它保存一下，然后打包一下，就把它重新刷新一次。好，我们再执行，你看这个钓鱼岛我们点击，你看就执行进来了，把这个就隐藏掉了，把它显示出来了。这是那个两个界面之间的那个切换。那我们再下一个写一个，就是返回去，就这一个，通过它再把这个返回到这个 front panel， 就把它的隐藏掉。好，这个是 onclick main panel， 那接下来就是个返回，就是 onback front panel。 好，我们写一下 public void back front panel， 也是这个 obj manager manager 等于 gr 等于fake get manager obj manager， 还是获取这个对象，就是把它复制过来，首先获得这个主页，接下来就是 game object panel 等于，也可以对就是这个上面声明一个变量，这都可以把它放上去，就这样。好 ，obj manager 是吧 ？obj mgr， 还有一个就是panel game object panel， 就没不用每一次定义了，也可以在这地方初始化。等于把它拿过去 Ctrl X， 就是先生成先使用，这个就不需要了，就写代码的时候你也可以就是刚开始嘛，就是可能有写的时候就是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可以慢慢去重构啊，这样的话就是初始化的时候就把它生成出来，我们下面就可以一直使用就可以了。这个 main 的 panel， 这个无所谓。然后这个就是
panel 等于 objmgr.get panel， 就是首先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界面隐藏掉，就是 panel 点 false， 就是把本身先隐藏掉，就是返回嘛。这就是那接下来就是game object made panel 啊，这个就是一开始是把我们的那个界面显示出来写啊 front panel 设为 true。 那接下来就是 made panel 隐藏掉 panel， 就是 made panel点 set active false， 就是 on back， 然后我们看一下，main panel back， 啊 main panel 我们要加上这个 UI manager， 然后把这个 back， 把我们这个拿过来，返回 on back front panel， 因为我们动态加载的嘛，所以说你每给一个我们调去重新打包打一次，因为我图这个省事，就是所有的实体化东西就是整个便利一遍打包出来就可以了。好，我们再运行啊，第一个就是钓鱼岛，好，第二个界面，然后这返回啊第一个界面，然后你看我们就是实体化出一次就可以了，也是一样的返回。其实我跟大家说的就是三个界面直接切换，就类似于这一种就可以了。那后面我再把这个前进这个把这个最后这个 back 这个加进再加载进来，因为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前面已经写过，就逻辑方面就是你看我们只需要利用它的接口 true false 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就是再写一个 public void on click back panel， 就是最后一个界面。那最后一个界面也是我们要把 made panel 隐藏掉，就是 panel 等于这个，其实我们不用设也可以，就是再用 panel 这个也可以，就是第一个是obj manager， 然后 get panel 获取到这个 main 的 panel， 就是这个面板获取到，然后把它隐藏掉 active false， 然后同时我们创建 create obj， 创建第三个面板，就是 back panel，也 panel， 然后把这个 objm 加 set set panel， 就是也 panel 啊，这个也可以把它重新不用用这个 main 的 panel 了 panel 直接使用就可以了，因为它已经隐藏掉了，就可以变量可以充分用充分利用。好，我们看一下来，好，没有了。然后我们把这个made panel front 加载进来，就是把这个 made panel 有一个 on click back panel，就是点击向前。好，我们再打包一次，因为改变它的那个对象了。好，这一个大家再看一下运行。好，这就是一个钓鱼岛。好，再前进，你看就出来了，就三个界面
就创业出来了。这样的话我们只创业一次，然后每一次就是把它设个 table 啊什么 false 就可以了，就是 true false 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你看我们创业的时候创业出了这个 load 示例化，我们可以把这个加一个 go.name 等于 bottle name， 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看一下结果啊，这样就行了。好，我们运行，你看我们把这个可隆就去掉了，因为太难看了。这是一些小的东西，就是把个 name 也可以，就是还可以把这个层设置成什么都可以，这个层也可以改变。那这样的话我们下一个就是 mid panel， 那返回就是 front panel， 前进 mid panel， 再前进就是 back panel， 然后它列它再返回，逻辑就其实就很简单了。你看我刚才给大家演示的就是一个是我们写的过程中，你看你写代码的过程中就是肯定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我刚才写的就是我重复定义这一个，你感觉就是同一块代码如果重复出现，你就可以就是把它封装一下，比如它我经常去用它，我就可以把它这初始化在这里面初始化一次就可以了，就不用每一次去拿了，比较麻烦。还有这个对象定义，我在写的过程中我就知道这个如果重复写的话比较麻烦，那把它拿出来。这就是个变量定义，我定义一个变量以后我中间就不需要了，我可以这个可以重复的去用。其实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一个刚才给大家演示的一个小的东西，就是属于那个代码一个重构。代码重构就是对一些不好的代码，就是或者重复代码可以用一个函数去封装起来。代码重构也是讲究的是局部重构，不要对整体，比如你感觉自己水平很牛了，然后可能跟老板说你这个游戏这个代码写太乱，我把它重构一下，然后老板说你用多长时间，你说三个月。你想想如果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的员工跟你说这个代码要重构成三个月，如果重构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怎么解决，那可能四个月就有了，五个月就有了。所以说就是大家对代码重构的时候不要对整体重构，局部就是慢慢来，就是对每一块慢慢去写。局部重构完了以后，这下一个这是局部，这么不停的去迭代，你就可以把代码不断的去完善出来。你看我们写的过程中，其实我刚才跟大家就是写一个简单一个逻辑，就是界面之间的切换，我就用这一行，你看就用这一段代码就可以了，就可以把它实现出来，而且也非常的简单。我就是这加界面，我还是写逻辑就可以了，因为我接口已经封装好了，我不需要再去关心其他的，我还有示例画出来，还有干啥就不需要了。这就是逻辑代码。你只要把这个模块，就是架构的模块写好了以后，后面其实这是逻辑的问题，你告诉别人，别人就会写。这个其实你找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你告诉他哪些要点，他也可以给你就是写出，或者你写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给大家写了一个简单例子，你后面你就可以自己去再去创造。比如我说的那个加载这个 3D， 那你就不能用这个一整个图片了，你就可以用几个 logo 一个那个 icon。放上去，然后在后面把 3D 场景你可以自己做个场景把它加载出来，也是用这种方式，也是采用就是这个接口，就是我们这里面一个创业这个接口一样的，它也把创业出来，然后你把位置这一设，我这个是设了这个面板的位置，你也可以设一下你这个对象的位置。那这个就是给大家留一个客户作业，因为我布置作业就是一个是界面之间的切换，二个就是我要加入 3D 场景，就是我第一个是一个整界面，那后面就是一个加几个 icon， 后面这个 3D 背景是 3D 的，你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就一个场景就够了，就一个 scene 就够了，然后反复去示例化，就创建这个就可以了。就大家做任何事情，你其实就是要学会举一反三，就是我这个接口都给你写好了，然后给你举了几个例子，就是 UI 的。那场景的话你可以在这里面去写就行了，比如你在这里面写也可以，就是你把这个 UI 创建出来以后，下一步点击的话你可以在这里面写也可以，
就是点击的过程中，后面就是我又需要加的创建一个场景，就是通过它就创建出来，在它创建的名字，你得把位置一设就出来了。就这个你不用用一整张图片了，就用几个 icon 摆放一下，后面是场景，然后 icon 这里面的有一个前进后退，和这个是其实是一样的。这个不管就是一个面板啊，场景也是一样的，也可以设个这个set table 那个 true false， 你也可以把它放到这里面来，它的名字不一样嘛，也可以通过它名字去有了以后再拿取，就跟这个 panel 是一样的。你看，就是我接口封装好了以后，我处理就是我这一个小的 demo， 非常的简单，也不需要这些其他的逻辑，就是在这里面其他的接口，这里面写逻辑就可以了。我添加一个，这创建一个就是对象就行了，在这里面，把这个UI， 把这个图标，这个背景换一下，换成几个 icon， 就重新做一个面板，那就出来了。这就是我要给大家做的。那前期就是我这个，就是面板这里的切换，你可以在这个再加一个返回到中间，这一个。那这个后面就是大家自己回去写，你就根据我这个思路去写就可以了。同时再加上一个 3D 的一个背景 3D 场景，就你看这两个地方点击的过程中把它显示出来都可以。我这个是一开始创建出这个面板来，这点击你可以就是把 3D 场景也作为一个48道就在里面显示出来。这也是我们就是给大家两周时间做的一个作业。如果你这个能整明白了，那后面就是复杂的东西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这个你两周时间你还整明白的话，就是后面的课程可能就是很多你还是搞不清楚。因为有些课后面就是我不会讲的这么细。因为刚开始就是给大家两周的时间去处理，就是我说的这个 demo。大家刚开始可能感觉很简单，然后可能堆功能堆出来了，这个其实也不是我想要的。我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思路各方面清晰一下，就是模块都理顺一下，我逻辑就写逻辑。因为你将来做上一个主程的位置以后，你也要考虑这些问题，就是别人怎么去用，比如我写了接口以后我怎么去如何去用，这个就是我写好接口以后，你看我写逻辑就非常简单，写完加进去。因为你设计的时候你就知道啊，这个应该是怎么操作。然后写逻辑的时候，你看我大家写，我一会儿写完了。我设计这个架构的时候，可能用一上午写底层，那写逻辑的时候一会儿写完了。因为我给大家讲，如果自己写的话，可能几分钟就搞定了。所以说，我写的过程中，大家要注意，就是写代码的一些，不管是小的一些习惯也好，因为一开始你学习别人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模仿的过程。比如你公司里面有主程的话，你就看看他怎么做事情，先去模仿别人的，模仿了以后你才会深入理解的变成你自己的东西，然后你才可以去快速去实现。其实我给大家就是讲这个课程，我并不是想让大家死板的去写代码，照着一行一行的去敲，我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把这个思想能掌握了。这个是精髓。代码就是我们什么，你就多练就练出来了。其实这种逻辑代码，我换句话说，我好长时间都没写了。你这次就是下面人去写，我直接基本上就是把架构给大家就是封装一下，怎么去处理，然后这逻辑我就没写。然后我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现给大家讲的，就是所以这讲的过程中，你看有一些小代码，我就是做的过程中，脑子里对这个意识啊，这一个应该去重构了。就是写了，因为比较麻烦。其实一个好的程序员他都比较懒，就是因为就是他想方设法就是把自己解放出来，让就是比如我用这个表驱动，然后让策划配表就可以了，我写好接口以后我基本上不用动了，你怎么调整顺序怎么去做是你们的事情，我就不用关心了。你达到这个程度那就非常不错了。我给大家讲这些就是也是我的一些就是多年的一些经验，我对我手下员工我就没有这么讲过。所以说大家就是你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要只纠结于这个代码，
你要看着人家怎么去，为什么这么考虑，这么考虑的好处是什么，就往多这个方面去想，你才能就是真正的去提高。你做游戏写代码的话，你做一款游戏你可能比较生疏，那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你就很熟练了，就这个东西哪个地方会有坑你就可以清楚，你就知道代码一看就是比较乱啊，这个不好，我要去重构一下，就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次其实你就是写了大量代码，或者看了好多别人的代码，就是自己自然而然就形成一种就是习惯了。对，就是写代码写的时候，就是有些想好怎么去写，怎么去做，然后你才动笔写。就是你想的时间可能就是很长时间，比如你可能花就一个上午搁想，那你写的时候可能一两个小时写完了。3D 的他就求加摄像机就开这个 3D， 我已经给大家加好了，你这款实际画出来就可以了。这个就是这个代码后面我会就是传到那个我们的那个传上去，但是大家就是我的这个 demo 还是有大家还是有做的，就是我所以我没有给大家做出来，就是让大家自己去动手，就是我已经写了一个，就是一个模板，就是或者说一个示例了。你根据我这个示例，你再去完善。其实我大部分已经写完了，你这是写一个加载一个3D 场景，再就是把这个 back model 这个返回这个第二个再写一下。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星期，这个时候功能应该，我感觉对你们来说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啊，思维导图这个我也会给大家就是发到群里面，然后发到那个网上去，就是会让管理员去处理一下。优路里面他用那个Pure MVC， 其实框架什么的就大同小异，只要你能把这个功能呢快速的实现出来啊，这框架就是好框架。所以说我并不要求大家就是必须有什么 MVC， 不有什么没必要。你的东西就是你能信手拈来拿过来使用，变成你自己的东西，那就可以了。你看，就是后面我就可以把这些面板可以放到外部服务器上，从而用来接受包体的大小。就是你可以把所有的资源就可以放到服务器上，你包体非常小，能20-30兆。20多兆，因为代码这个这包体里面占的非常非常小，一个代码是多少几 K 顶多，所以说你们跟着我学，我主要是灌输你们一种编程思维，通过这种思想去指导你们把游戏把程序写好做好，这个是主要的。如果只是偏重于把这个写代码的话，没有任何这意义不是很大，就是你又知道就为什么这么去写。比如我写好了这个底层了以后，我写逻辑的话，我就可以快速的去实现。啊，这个因为我们是一个小的 demo， 那小 demo 就涉及到这么多东西，大的话肯定更复杂了。就是小的话你就理不顺的话，大的话你就很难理顺。所以大家就是你学习的话，其实还是看你的态度，你用心的去学，不懂的话没问题。你们可以问我，也可以在网上查资料。就是你要主动的去学习。那接下来就是大家看看就是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给大家解答一下。然后后面大家就是把这个我布置的 demo 完善出来，就写出来。就是 UI 之间的切换。同时又加一个 3D 场景， 3D 场景也可以过渡到 UI 里面去，那你可以把 3D 场景隐藏掉，可以返回到 3D 场景，就是他们直接一个互相的切换。那接下来就是大家一个提问时间，因为本节课就是我这是把我上节课给大家讲解的重新就是接口基础上重新给大家写一下逻辑，
这个在那个我后面那个录课里面都有讲解，所以说这个我只给大家演示一下就行了。对，就是视角一个出发，就是 UI 逻辑。其实用一个 UI Manager 不合适，用个 UI Logic， 就是这个名字不是特别好，应该用个 UI Logic 就好，就是 UI 逻辑。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小 demo 嘛，所以我没有讲究那么多。它就是关于所有的这个 button， 就面板之间的切换，是三十八道之间的切换。你看，我就一个场景。我整个游戏里面只有一个，就是 TDD 这个场景，然后在这个场景里面光切换，再加上一个 3D 场景去，也是在这里面，大家不要再新建一个场景，就是生成38道去动态创建。这个还好，性能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差异，就是有一个差异的话也可以忽略。是啊，这个是自定义的38道。你看我这个代码里面都有，就是创建这个地方，就是加这个 load 8道这个代码里面，然后把它实例画出来，然后 load 个 set， 是不是通过它去调用。不用，就一个 3D 模型就可以了， 3D 场景只加了一个，然后把它混到这个UI 里面去，这 UI 和非常也可以互相切换，可以的，也可以动态来绑定，添加事件就可以。三个 UI， 一个模型，一个 3D 模型切换，如果 UI 很多的话，UI Manager 里会不会很乱？不会，这个你可以就是根据自己需求，你可以把 UI Manager 可以再分离出一块。如果它很多的话，代码超过300行，你可以再分离出一个文件来去处理。啊，其实不用你删除这个，你要看你具体情况。如果你还有用的话，你不要删除，就快把它隐藏掉。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大家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就是比如我这里面创建出一个那个啊，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我再创建一个场景，就是一个 3D， 我弄个 cube 吧。这个 cube 也是一个实例化。看，把位置我在这个相机里面cube 中000，这个 cube 3D 场景，你可以加一个 icon， 就是比如我这一个一开始运行的时候，这个没有，这是一个3D 场景，然后我点击的时候进入这个 main panel， 那这个 main panel 里面这一个 3D 场景，然后再加一个 button， 就是在这里面你可以创建一个就是一个什么，再创建一个 panel 上面就是有这个 logo， 我们可以用这个用什么，就用个 button 也可以，这个 panel 里面，那这个就是一个你放一个小的一个那个 icon 在这里面，你这个 3D 这个 button 我可以打开，就是我可以把这个 image 去掉，就把这个可以写个名字，比如说因为它没有这个背景，这个字看不到，就是点这个 button 的时候，就把它创建一个面板，同时把这个 3D 场景显示出来，就实例画出来，就是这个也是个38道形式创建出来，就把它就隐藏掉，把它隐藏掉，把它写出来，然后点这个再返回或者前进到下一个就是 main model， 那返回就从这里面返回回去，
就中间有一个是用这个放上布莱 icon， 就不是一个一整张背景图了。328的我现在没有加密，就是用它个云台自带的一个接口封装的。这个作业啥时候交，你问一下那个晴天，问一下他。这种模式就是其实这一个大家看一下文档就知道了，就是一个文本图像 button， 所以这个 toggle 就是一个可以看就是一个这种形式，就是一个点击就是点击的话这个打开关闭打开关闭，就是你可以点可以就是几个 button 的时候可以来个互斥，就通过它这个是可以交互的。那这只是一些颜色一些处理，按下什么颜色失去就是我就把它变灰什么颜色就可以了。那这是其实这个这是下菜单再输入这个输入一个什么文本什么就可以。还有 scroll 滚动使用的，就这个 panel 嘛，这个就是一个根节点。这是滑动条scroll bar 这个一个滚动的。然后你使用的时候就是需要把它设为这个 2D UI。这个大家就是看一下他们有的讲的一些课程，应该这个课程应该很多的，或者是看一下那个文档就知道了。我说一下，就是这个下周我可能就是讲不了了，因为下周我们要公司要年会两天了，所以说这是年前最后一次给大家讲课。作业就是你下周之前交给我，然后我会让这个晴天给大家就是说一下，因为这个我会找个时间给大家把个课录一下，针对大家的问题录一下给大家就是放上去就不直播了。然后我们年后再开始直播。对，加载它的场景同时还要加载 UI。代码会我的这个会上传上去的，这个放心。后期我们可以根据需求看看就是是否加一些就是编辑器制作。这个我会给你晴天到时候我协商一下。还有视频什么我录的视频也会上传上去。大家先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先做一下就是尝试自己做一下。然后我会针对大家的出的问题，我会找个时间给大家录播一下放上去。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这是给大家讲一个demo 的这个做，就是看检验一下大家的能力，就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快速的入手，然后后面的我们的课程大家才会学起来才会感觉好一些。就是大家下周不是下周四嘛，把作业就交上来。我看一下。就是我这个代码还有那个视频我都会给管理员给他们然后可以反复读取，对这个不会反复读取的，他会刚开始他会把资源下载到本地，他会有一个文件就是用个 file 贴个 t， 这个文件里面就是保存的我这个资源是否改动了，改动的话他会对应的这个 MD5 编码也会改动，然后我会和本地的这个 files 去比较，如果 MD 模码不一样的话我就去针对某一个物体去下载更新，如果一样的话我就不需要更新了，所以说他对这个服务器压力不会很大，他只读取你哪个更改的读取哪一个。对的，就是一个是整个一个UI， 这就是一个 3D 场景跟 UI 的一个混合了，这就是一个 UI， 就是把中间这个不用一张图片可以分成多个icon 跟 3D 场景混合起来。
其实你就是用一个摄像机，这个 3D 摄像机就可以了， 2D 摄像机它本身就有了，你不用管。你看即可，我这个我把这个3D场景关掉，它没有摄像机，我一样创建出这个面板，你看都有，没有 3D 摄像机的，它本身 2D 它就有，已经放进去了，所以说你不用去关心，你只关心 3D 场景就可以了，所以 3D 摄像机你借一个就可以了，你这就没有就没事。对，有这个自己就有，你不用关心 2D 的。然后你只创建这个，这把这个老三的八道 3D 的沙发创建出来，再把 UI 再加了一个 UI， 就是与 icon 的 UI， 就同时显示出来了。然后再做一个前进后退，完事了，非常简单。就是把我这个 Made Panel 这一个，把这个背景，把背景去掉，这个背景它就是 image 去掉，然后把这个 3D 加载出来，就这么简单。大家明白了吧？就是我同时要加载一个 3D 场景，一个面板，然后再返回到第一个界面，前进到第二个界面，第三个，然后这第三个再返回到这一个界面，就是直接互相切换嘛，就可以了。你看我简单一下就可以了。对，加载 UI 同时，你看我这个这里面不是就两一个 UI 一个 3D 场景吗？就用 Cube 代替了，是吧？就两个就可以出来了嘛。对，你切换到下一个界面的时候，你要把这整个都要隐藏掉，这整个都要隐藏掉，这个场景就不要了。大家这个对这个作业明白了吧？然后下周四，大家就交上来。我看一下，然后我等找针对性的问题，我找一个时间给大家录个课程，或者在大家的群里面跟我反映，跟我反馈都行。render mode， 它这个渲染模式，你指的是它显示的，还是说它里面的一些其他东西？它其实这个渲染方式给那个 AGUI 基本上就是类似，它只是它来说就是它基于就是这个在这个贴入到这个 Unity 里面去的，它也是包括这个层级还有渲染的一个方式，比如我们说它的这个这个什么 UI 那个是几千那个类似的。它也有这个锚点，对追求最大值。这个工程我会就给那个管理员，我就会给他们。这个渲染方式，这一个是根据这个层，这是一个相机里面不是有个渲染摄像机，这个其实我们不用管它，渲染层也可以默认，就是还有视野，我们一般就是用这个层是可以，也可以用这个camera， 就是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看到，就是你设好以后你可以看一下什么情况，你看，这是用一个 2D 摄像机，你看我如果不用 2D 摄像机的话，用 layer 的话。你再看一下，你看这个比较亮，如果我不用的话，把这个写去掉，看一下，把这个去掉。这个是一种方式，然后我把它，因为它不能动态的去更改，动态更改没有意义，这个变化不是很大，视野空间就没了，我们现在只能用的是就是，Overlayer， 这是一个渲染顺序，这个就是应该它的一个可以用它那个 UI 的缩放，根据像素，根据这个屏幕，我们一般可以根据屏幕去做缩放因子，一般就是一，
这个就是一个射线检测，可以就是这是参数，大家都是可以在这个那个什么文档上可以看一下。这个就差了一些属性，因为它里面比较参数比较多。也以前有同学要问过我这个这些什么什么作用，我当时查了，现在又忘了。对，这个他们都第二个是知识应用，对。对，应该有个锚点的。C 是说放顺序，它应该就通过它去处理的吧。这个大家其实看一下这个文档就明白了。对，百度一下，因为这些参数我因为具体东西，我现在基本上一般让他们我们下面人去做，我不是特别关心这些东西，后面我也可以在网上查一下或者看一下文档，但如果不知道的话，我可以查一下文档或者把地址告诉你们，官方都有解释，对，都有讲解，对，2月4号9任务，对，2月4号，是的，这个等问一下那个。这个等问一下那个晴天，什么时间交？对，大家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下课吧。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群里面去跟我说。好，晚安。